哟。哦。我还不知道有一个。你老师呀。嗨。哦。同学发下去。看到了。一张一张的那个，请你们塞在你的笔记本里面。去八区。看到了。基本上对这个角来讲，
我们角度是这样定出来的，我们绕一圈就是360，我们绕一圈就是360，不管你用小的圆、大的圆还是更大的圆，不管圆是大还是小，我们都会说这个角度就是这个度数，不会因为你的圆大或圆小而改变它的度数。可是如果我现在想要比较这两个角度谁大谁小，我会透过哪一个讯息来决定？我会透过哪里来的？当我把这个张开的时候，看怎么样？当我把这个张开的时候，这个在变大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地方你在改变，什么地方在改变？当我在改变哪里的距离？这里的距离，对。当我在改变的时候，这个距离也在这里，也在变。当我这个角度在变的时候，这个可以旋转一圈360，这个的距离会一直在被变。所以，如果我想要比较这两个角度的大小，我可以这么说：我可以看看，在这一个圆，它所张开的角度不大。如果白色的角，在这个最小的圆，它张开的角度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那如果呢，是在这里，如果你看的是这个圆，它张开的，你觉得角变大，事实上没有，还是这么大。可是你拉的东西比较长，因为你使用的是比较大的圆。如果你看的是这里，你会发现你拉的又越长，可是我还是没有改变它的角度大小，可是我这个一直在变长。如果你的圆越大，这两个点的距离，这两个点的距离会越来越大。哎，我讲的是这一个弧吗？我在量这个到底在量什么？是在量这一段有多长吗？是在量这个吗？不是，我们是在量什么？我们是在量从这里到这里，我们量的是这里的长度。刚刚我做的那个动作，量的是这里的长度，这里也是。刚刚我量的是这里的长度。所以同样一个角度，会因为你的圆大圆小，这个的距离会不一样。这个我们称为弦长，弦长弦的长度，弓弦的弦，弦长。你的圆越大，同样的一个角。这个的长度会越来越长，如果你的圆越来越大的话，可以吗？所以请问一下，如果我想要比较这两个角度大小，如果我测这里，我要拿来跟它比，我会比哪里？这个角度张开的就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我这一个过来这边跟它比，是会比哪里？这里吗？比这里吗？一定会比哪里？会跟第一个圆。要用相同的圆才可以比大小，所以这样一比，我就会非常的清楚，这个角度一定比它还要大，对，一定比它还要大。事实上，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，已经把这个角复制过来这里。我已经把这个张开的角复制过来这里。当我刚刚把这个复制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这个角度复制过来这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个张开的角度已经被我复制过来这里，使用的方法就是透过同一个圆，这一个开不大，这一个就会跟着开不大，所以一比之下就知道红色的角比白色的角还要小。来，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，画笔记本，对，还有一幅画。
了。这样子。把黑板这个图画在你的笔记本上。这边画三个圆哦。同心圆。一定要同心圆才可以。多人不少。就是把黑板的这个图画上去，然后你这样画的时候要知道你在画什么。黑板的图。我们主要的目的呢？主要目的是想要比较两个角度的大小，在比较角度的大小的过程当中，同时实际上也学会了如何把一个角度给复制起来。就画三个同心圆，像黑板这样就对了，画三个同心圆。我角度的大小自己决定，就是你可以用，就是画两个不同的角，然后去比它们的大小。去把那个比较的感觉把它画出来。先画好三个同心圆。先画好三个同心圆。这个叫同心圆，因为它们共用同样一个圆心。它们共用相同的圆心，所以我们这种叫做同心圆。它们共用相同的圆心。绕一圈就是360。对，然后把黑板的图画上去。把那个比较的过程画出来。
张开的这个弦长是不一样长。如果我现在选择的是这一个，它就张得这么长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我过来的时候，我过来的时候要跟它比角度大小，请问会把它放在哪里来？右边。我会放在第一个弦长，还是第二个弦长，还是会是第三个弦长？我会放在这一个，因为要跟它是怎样同一个音，所以呢，注意看哦，一定要有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开始，结束。开始结束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事实上就是把这一个弦长给复制过来这里，把这一个弦长来好好的做好哦，把这个弦长复制过来这里，也就是说，我把这个弦长复制过来这里，就等于是把这个角给复制过来这里，所以如果你把它连起来。好，如果你把它连起来，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动作，事实上就是已经把这个黄色的角复制过来这一个角，把这一个角复制过来。我们利用的方法，同学，这个痕迹非常的重要，这痕迹一定要有。我们是把这一个白色的这个角张开了，使用最大的圆。那我要拿来跟黄色的角度，跟这个红色的角度比较，我也要用使用最大的，一定要相同的圆才可以，相同的圆比大小才公平。你不可以这一个张开这么大，结果你过来说我复制过来这么大，这样不公平吗？所以等于是你透过这个复制，把这个角给复制过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，这个角就是这个角，然后这个角比红色的角还要大。看就看得出来，所以这个痕迹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画过来，对不对？这个痕迹，这个虎的痕迹非常的重要。这个虎的痕迹，这个痕迹一定要画清。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使用这个方法，可以复制角，可以比较，可以复制也可以比较，把那个痕迹画出来。来，把那个痕迹画出来。你说，你一定要对着江山林，所以你的痕迹画出来是很有神秘的，这样子。很多我就帮我画上去。我们用沙子。沙子，算了，你用。量这里在哪？量这里，所以这个角如果用这个圆是开始大，所以我要来跟它比的时候，我会比它，我用指针，对，那是因为你画的跟我不一样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显然你的这一个比它来量大，了解吗？没有关系，所以你可能是把这个角控制过来这边，但是你这个角比它要大，跟我不一样的没有关系。他听我电话吗？对。原来的那个键，刚好在这上面呢。所以你这两个角刚好一样。没有。是你刚刚画的这两个角刚好一样大。没有。对，刚好一样大，这两个角。三六吗？对，这只是你那两个角刚好一样大。刚刚银针的银不是、啊、那个玉轮的这个画过去的时候，结果它。画到这里面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把这个复制过来的时候，你是画在这里，代表对。如果你把这个复制过来的时候，只有复制到这里而已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你这个红色的角，你这个白色的角还要怎样？到。你把它复制过来，结果到人家里面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OK。 那我们为了方便，我们给他一些符号哈。先这样，来，请你们在上面写上，你画的这种圆叫做同心圆。来，同学，在它的上面写上，
这一种圆我们就叫做同心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把它叫做同心圆呢？共用圆心。好，所以你把它上去，共用圆心，写上去。共用圆心。对，共用圆心。然后圆会扁，笔芯高就你啊，断了。笔芯那个吗？没有啊，是很重的。对，它那个会这样。啊。所以，就是它已经那个摩擦力没有粘好。来，要借你吗？不是，用那个没有用，用那个没有用，它已经。没了。可是这样子你就不能太用力，不然它还会再进去。哦。哎。会。让学生一下，没有，他那个整个笔芯都划掉了。好 ，OK， 来。他上面几楼了？我忙着你了。不会了。先看他有没有。来，现在同学，现在下一个任务来，每一个同学随便画一个角，大概这么大。哎，你也可以故意画的跟我不一样，来，随便画一个角。本子画不下去。对，你的本子画不下去。所以你就在本子里面画一个适当的角就可以了。不可能画的跟我一样大，可以吗？想得太呀。来，在你的本子上。我比你必须毛衣。来，世杰，你过来。啊，老师见你。哎，先见你。回去的时候要换一支笔芯。随便拿一支铅笔，随便拿一支铅笔就可以。铅笔就好。对，用铅笔。不会拿来哦。用铅笔插进去就可以了。用铅笔换铅笔就可以了。好，拿来，拿来。我们肯定出题目了。先拿画。嘿。来，现在所有人画一个角在你的笔记本上。随便吗？随便。就画一个角。画就脆弱了呢。先拿我的吗？一千多。来，所有同学来，把黑板的来，来，所有同学画一个角。那你的这个角，你没有。你可以像这样子小一点。哎，同学。像这样子小一点，跟这样子大一点，跟这样子大一点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已经过头了啦。所谓的过头是指，来，请问一下，这样子没有过头，这样子的意思？就是直角，直角，对。老师啊，现在先稍微往下走，89，现在是89。那个太多嘞。这个有没有直角呢？不直角吗？这样子有没有？没有。来，你上来调。调到直角，因为你不满意，所以请你调到直角。好，可以修了，可以修了。来，注意看，这是一个直角，对不对？我画的那个，你显然比直角还要怎么样？小，比直角还要小的角叫什么？45度。内角，因为这边会尖尖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就看得出来，45度，那45度。15吗？50。等一下，来来来。来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你觉得这个角度？来说，你写上你觉得这个角度。我是说那个，我是说那个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先说这个，先说这个。来，所有人写上。配合你。来，你觉得几度？几度？每一个人都要写。50。你觉得这个角度？马上，等一下，马上来设。所有人都要写。50。这个角度你觉得呢？对，直接写几度就好。来，要写50。50，我写，我写，我写。50、60，你呢？50，你呢？你刚刚明明说是45。我画过几的。哪一个？那个黑板上画的。我说的是黑板上那一个。啊？哦，所以叫你工作姐啊？我现在是在讲，我现在在讲这个哦。哦。这个几度？15。你好坏哦。50。老师，你写多少？老师。哎，51、52黑吗？老师，你看这个。黑吗？老师，我没办法。你写几度？50。老师，你写几度？来，同学，来，我们怎么判断呢？请问一下，这一个几度？180。三 P。45。45度。好，我们现在检查一下。他说，俊凯刚刚讲的。50啊。俊凯刚刚讲的是45度，是这一个。我们先看一下他准备了吗？60。我们现在看一下。这个角度是不是45度？是不是像他讲的这么准？来，你看一下来。老师，我们怎么多了一点？哎呀！看到了吗？你准备上面的圆规吗？30几度。你可得病了。30。老师，你可得病啊？45吗？没有到45。没关系，这种感觉要慢慢。是啊。显然他不到45度。35。好，你说35嘛？好，是35。来，35哦。没关系，等一下。
下，等一下。来，这一个三角板，另外一个三角板这边是三，只要它没有做误差太大，这地方基本上是三十度，这个地方是六十度。来，我们来试看看。好，三十度。骗人的啦。来。好，三十五。它猜得算蛮准，因为它比三十度还要再多一些。哎，有可能是三十。哎呀 ，very good。三十一不太可能。三十一只有多这么一点点，哦，我三三嘛，那是因为三三只有多这么一点点。我刚刚以为俊凯讲的是这个，所以我才会这么一点点。也是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讲的是这个，可是这个啦，刚好我们测过这个应该那个几度，三十五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喽，你们刚刚猜的是这个吗？这个每个都写吗？你们差距很多哦，来，有人写五十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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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别的吗？有人写五十五十度，五十度。45度，没有人写45度，没有人写45度，45度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是60度，对不对？来，注意看，这个是60度，对不对？六十度。啊！哎哎哎！哎呀！没有吧，没有吧，白人呐，沙列三角板，太熟了，老师在哪里啊？老师在哪里啊？我来说了，比60再多一点，一点，几乎一样，几乎一样，那就是59了，三丢呢，应该是50吧，你那个不是有改过？刚刚是写65哦，老师啊。真的吗？是我自己改的，放上去之后再改的。是一倍啊！是一倍啊！哪里那么多？这是白羊多少？多少？他刚刚就写65，白羊又老了。我写60，60是刚刚写的还是？我写60。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我的字我写的是九万。好，所以又注我，没有三星太子的神子。啊，所以我说，哎，这个老师，写哇。这个是大概60度，那这样的角，我们说它比五十度还要小，这种尖尖的角，我们叫做什么角？锐角。来，上去锐角，会比90度还要小，写上去。顺便想想，那个不是写过的吗？锐角。一个尖呐，还可以一个锐啦。来，写一个东西叫锐角。哎，对，因为锐的锐了。什么时候我会用到这个字呢？陈俊瑞六不是个字，他在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字？尖锐的锐，对比一下锐角，锐角小于60度，锐角九十啊，60，锐角烂掉哎，来把这个写好。老师竟然在说谎，真笑啊！他大于钝角，哎对，如果超过过头了，过头了，哎过头了，过头了就会钝钝掉。你就会发现加钝钝，一样是筋部，一样是筋部。来，干嘛呢？钝。哦，你在骂他边个写公海了嘛？哎，就钝。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字呢？钝钝。先钝呐。十钝的钝，这个对啊。七八。哦，一起密部位啊。钝的钝，十的钝。哎，不会不会。十七啊。你好哎，你好哎呀。六八。十吨的吨呢？我可以的。是啊。十吨的吨到底是这个吨呢，还是这个吨？你说左边那个吨也对。好，王成玉说是左边，等一下我们来查字典。他是成玉。来，把黑板的这个写上去。写好。锐角小于90度，钝角大于90度。好多小碗呢。老师。漂亮。老师。他还有写一些东西哦，那个月人很认真啊，你知道他有写什么吗？老师啊，现在这几方面，我往后边用它了。来，又有他写的什么东西？来，直角等于90度。就是啊，我往后一看。好，直角等于90度，写上去。我上面只写这样。那个我看不了。那还有东西在写。还有圆心，还有平角，它不是圆心。
圆形，那个我们称为来后方形，周角啦。对，因为你绕了一个圆周，绕了一个圆周，我们叫做周角。绕了一个圆周，来周角。来，也不为一顿，绕了一个圆周，会刚好360度。如果你绕一半圆，近角，半径呢？截是半哦，一条啊。第二节，截。好帅，圆了下。截圆区啊。好不点啊？近啊。好不点一啊？个区啊。如果我只有绕半圆，同学。近角而已。如果我只有绕半圆，同学。半圆就半角了。同学，如果我只有绕半圆。同学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什么？如果我只有绕半圆，注意看这个。来，同学，看这边。同学，看这里。如果你只有，等会，看这里哦。如果你只有绕半圆，这个让你看到什么呢？半径。半圆。这个会让你想到什么？半径。直径。一样。羊角，太明显，羊角系沙漠。你像是在看什么呢？日出的时候的太阳。然后这一条是直线，那一条是平线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多角平角。180度。太阳日出，如果它是从那个海水直接出来，我们小六九这边可能看不到什么海水，看得到。看得到了。我知道，还有你两个用手脚从没有从海水出来哦，不是从山上出来的。什么呀？因为像我家前面看不到从水上来，它是从那个山上出来。对，不是不是，我说那个太阳，太阳是从水吗？我家怎么样？又来了，就说你家温刀，你家那边就有吗？对，从海水出来。好，温刀嘛，你刀太平了呀。然后那个。那一条，我们说是水平线，那一条是海平线，地平线，地平线，所以我们说绕半圆，绕半圆我们称为平角，那平角就一百八，来把它写上去。写了吗？写了呢。小明写。我写了呢。写了五个了呢。小明写。对迟钝的钝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后悔了。为什么？那有钱人的为什么？好 ，OK。也字典派呀。来，接下来你们这个角度画好了吗？来，画好了吗？所有的人，来注意画。所有人画好这个角之后呢，请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复制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。在另外一个地方。跟他几度其实没有关系。好，没有关系，那就不用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刚刚有大概估计这个角应该大概会有35度这么多。自己画一个吗？对，随便你画。你要画的钝钝的呢，还是要画的锐锐的呢？没有关系。对，我爽就好。人头太锐。画好它之后呢，请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画上跟它一模一样大的角。好，角。好，接下来动画是几的吗？对，然后接下来请你在这个角的旁边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角透过你的工具复制一跟它一模一样的。那跟边角围角一样，工具是一样的。圆圆规，你的关键是在我要从那边干的，我要知道他是什么。对啊，然后公文是我要去维和。等一下，不要躲
好，来同学看这边。来 ，OK。来，同学看这里，先暂停一下。我们要利用这个想法过来画那里。我们要利用这个想法过来画这里，所以我会先决定好这一个是由哪一个圆画出来。注意看哦，注意看，全部看好这里，全部看好。暂停，先不要画，先看好这里就好，先看好这里就好。我要先决定好。我要先决定好这个角是由哪一个圆画过来的，注意看，先不要做任何动作。来，笔全部放桌上，看我这里。来，我们看这边。先决定好，你这个角是由哪一个圆画过来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决定是由这个圆，那么我就来这边画一个跟它一样大的圆。注意看啊，那个视线先看这里。注意看，先不要画，先不要动，先放。先看我讲一遍，你们等一下再自己。在这里哦。这一个，我先决定好，这个角是由这个圆所画出来。可以吗？但是我不需要画全部，因为它只有张开这个角度而已。我使用这个圆，那我过来就跟它画一样大的圆。可以吗？接下来我要画一个角，需要有两条边构成，所以我要告诉我自己，说我要从哪里开始画，我要从这里开始进行开始。你可以往上画，你可以往下画。好，再来哦。所以这一个跟它是相同大小的圆，接下来我要把它这个角度张开有多大，我要复制过去，我会量哪里？我这一个是跟它一样大的圆，现在这一个角度张开有多大？我这里来决定。我在这个圆里面，我在这样子大小的圆里面，我张开的有这么长，所以我只要把这一个得过去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把这一个。过来，我就等于是，按到位出来哦。我就等于是把这个角给怎样，复制过来，最后再怎样就连起来，连起来，我就把这个角复制过来。来，现在自己画，太强了。那我还要画一个，听不懂的请举手。你会画了吗？好的。现在会把你这个角复制过来吗？会吗？我再讲一次哦。那你先做一个动作，先画一个相同大小的半圆呐。会的自己画，不会的再讲一次哦。注意看。来，你先这个你自己决定，决定好。角度。啊，不是角度，实际上是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。画一个圆就画360度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先决定好你是用哪一个圆来画的，这样画好了吗？然后你这边也找个位置，画一下，用相同的长度哦。哇！就是，好懂。这一个一样，对不对？过来这边用相同的，这边也画一个。跟上了吗？再一次哦，注意哦，这一个，我把这一个，我这边这个圆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过来我这边的时候呢，我用相同要有一个地方当圆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用相同的去画。那因为这个张开的没有很大，所以我只要画这样就够了，不需要画整个圆这样。这样先到这个步骤。
三米也成了，没错。对，再画一个。你还要画一个圆，旁边没有画。你现在应该是到这里，跟我一样啊。这边是圆心。画完了没？这边是圆心，然后画表。先坐到这里，先坐到这里。对，因为你这一个圆跟这个不一样的。你那个，对，因为你明明这个圆。你先找一个地方。刚刚这边是多少？这里没痕迹，不行，这里要有痕迹，因为我是从这里不错了。你要让我看到他们两个使用相同的，好吗？再一次，正确。有正确吗？对，非常好。非常好。你协助一下那个。你协助一下他，你真的很会。你现在有点角度的可贵了。那个点一个点就要画太多了。你我练脚吗？一个点。对啊。你说。有了，哎呦，不练脚了。来，你协助他。啊我嘞。那个幼林跟德威，我在笑我们。刘总，而且我原来练脚啊。可以，现在再听一次。来，幼林跟德威放我这里哦。啊，我这边。这个步骤做了吗？先做到这里，重新再做一次，你跟他重新再做一次，重新再一次，啊，重新再讲一次，注意听哦。其他什么腿脚啊？你这个脚有了，对不对，德威？好，然后呢？随便一个画圆，对不对？随便一个圆。慢一点，各位。来，所有人要画出来，随便一个。刚刚让我检查过的已经可以了，银针、德威。有新的圆，各位，新的圆。有空啊，来我看。我一个脚是不是有两个边构成？我这个张开多大？对，我是张开多大？没有，张开多大？所以呢，你要先在这里呢，先画一个直线。等一下呢，我打算呢，从这里往上张开。对，往上开多大？来，接下来是这个问题。你别楼下。笔记本要交回来。你们那个笔记纸要夹在里面哦，自己笔记纸可以丢掉啊。好，学会了。德威好了吗？懂了，我保险，保险因为你今晚先下阿皮肉就。我是阿威，你借什么保险？我爸，我爸一样。孩子，在这边下去写，不然我看不到你。
下去写，通通在下面。好。哦，下面很挤耶。好挤我。那这个的痕迹不够清楚。啊？这痕迹不够清楚。哎，这不能会被绿哦。对。对。这个是一个红绿灯的哦。然后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要去，你要去用圆规。那你量过来的时候，那个痕迹拿出来，说下这个，我量这个。对，那我复制过来的时候，然后说不要直接这样，把它画出来。哎，这个痕迹让它出来就可以了。来，给我引出来哦。这个对不对？你量这个张开的嘛，对不对？开不开？来这里。哇，你这么爽吗？算了，我前面在等。看你这一张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复制过去。是泡的。何俊凯。不对，这里是原来的图。注意看，这是我原来的图。注意看，有没有？注意看，这是我原来的图。对啊，写到了。这是原来的图。是啊。这是复制的。好，我讲好。台历就装在口里面了。台历就装在口里面了。有你这么酸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再来一次。然后你如果看，现在请你帅呀！来复制这个，来拿过来，放着。你在哪里？好，继续。好，最后谁把这个？那个圆角跟复制。先短啊！不是短哦，大家好。怕不要，看不到你从哪里画呢？这个是从这里画的。如果是从这里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对的。如果你是从这里出来，哎，你个老外，知道在讲什么？对啊，我就是哦。这个是从这里画的，是这里不对。那干嘛呢？对加二点，所以是错的。要给你什么？加龙先生，对啊，明白。那你错，我就知道你。加龙先生，对啊。最后只要把这个连起来就可以。因为你把这个张开的脚复制过来，那他们是一样大的，所以你复制的过来，复制下来，把它连起来。不用那么大，不用那么大，真的不用那么大。哎，家伙，那也太小了，你怕干嘛呢？一开始你可以很大，你可以很小，关键在一定要跟他们。关键上一定要跟老师啊，会抓开虚伪了。你注意看这个，你把它弄懂。我要知道这个开不开，我要知道可以开不开，关键在这里。这两个点是跟那个圆交叠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你的问题是在焦点在那里，自己画的位置不是在焦点。好啦，走啦，我教你呀。我白了，都行，可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你这个是跟它一样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复制，同一个地方，我要复制一个跟它一样的。哦。先复制一样大的，这个不要动，可以再复制一个。但是不用画什么圆，因为它开的角度太大。对，接上这样就够了。然后接下来。接下来呢，你就说你要这样画嘛，你要这样画，所以呢，接下来你会先画一条边，因为它的脚需要两条，对不对？所以先画一条边。热啊，散灰啦，啊。所以等一下呢，你打算要从这里上去？好，接下来，对，然后去复制哪里？等一下，去复制哪里？我是你刚刚。复制哪里？对，要复制那个焦点。这么好。焦点哦。等一下，有我，一定要很准才可以啊！格雷鲁云，你录着列兵耶！看一下，一定要很准，对。好，等一下，
啊，三妹暂停了没有？三妹暂停了。叫你来暂停了。老师，你讲的高，你是正经还是丢我？半张的吗？三妹暂停了。我这票还多少亿啊？呢？你讲的高，你还丢学习单无？啊？什么学习单？你弄错了。今天发的学习单是明天早自修收。哎，姑姑就丢了。你讲你种迄摊拄仔讲说，你讲张家安写迄张保证。那个是你的笔记纸，就收起来，不就教学的笔记纸嘛，就收起来这样。你都要养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的话，全部都是错的？哎，宠物龟龟的哦。